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外点的实验室。曾经有个资深昆虫学家朋友告诉我，蟑螂没有痛觉。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他掐了一下蟑螂，蟑螂没喊痛。好吧，我承认我无中生有。今天我们当然要用一个非常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蟑螂到底有没有痛觉。大家知道，辣味其实不是一种味觉，而是一种痛觉。泰拉五号，据说这种人工合成的辣椒精比世界上最辣的辣椒还要辣上好几个级别，普通人吃上一滴就需要去洗胃，所以千万不要尝试直接食用。接下来我会给蟑螂吃辣椒精，如果吃了以后燥热难忍，那是不是可以说蟑螂能感觉到痛呢？当然，直接给蟑螂吃这些辣椒精，蟑螂肯定不会吃，所以祖传万能的鱼粮又派上用场了。用辣椒精泡鱼粮，我已经闻到了非常刺鼻的辣椒味。作为对比实验，另外一份鱼粮加水。好，差不多过了10分钟，鱼粮已经泡开了，接下来就让蟑螂们享受这些美味吧。看，两边的蟑螂马上都吃起了美味，看它们吃得多香啊！左边这几只吃辣椒精的，看样子也没吃出有多辣，两组蟑螂好像完全没有区别。2个小时过去了，来看看我们的蟑螂怎么样了。好像还是没什么区别。吃辣椒精的蟑螂也没有表现出什么诡异的行为，不过好像哪里有点不对。仔细看，吃辣椒精的拉的比较多，是不是可以证明吃辣有助于肠胃蠕动呢？现在是第二天早上，看看蟑螂们，鱼粮都全部吃完了。左边吃辣椒精的，除了瓶子上留下了更多的油之外，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看来蟑螂确实不怕辣，也证明了蟑螂确实没有痛觉。